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杨大鹏。你没有看错，这里不是哥考拉兄弟，这里是陈国教练的培训第六期的升级版教学接力跑比赛。我们晚上是一箱啤酒，谁输了谁喝酒。当然喝酒肯定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能让所有教练能够在一起，能够共同努力，为了这个目标去拼搏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培训机构更加的有温度，大家的感情会更好，通过羽毛球能够结识到更多的朋友。那刚好最后一天培训和七夕是同一天，那这两个有趣的日子都在一起，能认识这样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。这一位张博文马哥啊，应该是羽毛球教练里面摄影玩的最溜，让他的表情、位置还有灯光太专业。如果要打球的时候能够像你找摄影这么严谨，那你的成绩肯定会很高啊。这一位笑起来没有眼睛的大牛的话，是我的正统老乡河南南阳的，他也是在这么多教练当中唯一能做到教学、培训、销售、场馆还有服务机组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羽毛球场馆培训机构，也是很有趣。然后带着自己的儿子来一起来参加我的培训，看到老乡的支持，我真的也很开心。我有一个会打球的事情做得错。我们这个羊城大神羽毛教练的培训班啊，诞生了一个年纪最小的球员，00年的，很谦虚、热爱，而且球打得特别好，还有专业的训练背景。我估计来我这边做培训的90%不是他对手，但是他在通过这两天的培训，他的努力、他的坚毅、他的这个坚持，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对00后的这种想象。我希望真的大家应该都应该向这样的优秀00后去学习。我一点都不好，你为什么搞到棋子上了啊？抖音玩多了吧？渣男心理化了。这一期培训也刚碰到武汉的大暑，平均温度40度以上，大家这个流汗呢就跟下雨一样，大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很多汗水。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努力的汗水，当我们收获喜悦、胜利的时候，才会明白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。从4月份开始，一转眼教练培训已经做了6期了，第7期、第8期都已经报名结束。那我一直在思考、在努力，想说把这个教练培训怎么样做得更好。所以说每一期培训之后，我都会做一个问卷调查给大家，来检讨反省我们的这个训练班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把这句话对于羽毛球这项事业绝不妥协，送给大家。